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：大革命》。开锁技能，我要怎么取得开锁技能？我有可以点技能的地方吗？好了，我先取得视野好了。也有可能是我要先解了主线之后才会告诉我技能在哪里点。那边不知道有没有路可以过，我看好像有看到绳子。巴黎圣母院，巴黎圣母院是巴黎最重要的纪念建筑和首都的历史中心。它的前院是丈量全国各地距离所使用的起测点，建立费时将近一个世纪，从1163年至1250年，它是欧洲最早采用非浮壁的建筑之一。什么是非浮壁啊？这让周遭的唱诗班和主殿能够更高，而墙壁能够更薄。就个人而言，我想唱诗班有片薄墙壁，将他们关起来，然后把那群吵杂的家伙阻隔起来。唱诗班不是还不错听吗？非浮壁也是教堂著名而令人惊艳的玫瑰窗的必要支撑。革命期间，这伟大的教堂反而被利用来储存食物，而一般的教堂则奉献给理性的崇拜，后来则是对至高主宰的崇拜。许多镇馆之宝被洗劫一空，于1793年，一群愤怒的暴徒将他们误以为是法国前国王的雕像斩首，虽然那只是用来装饰圣母院。圣经中犹太人国王的雕像，这是当无知的人们失去理智所发生的事。只有十个大宗幸免于难，直到1845年，所造成的损失才被一一修复。怎么到处都是需要开锁技能呢？这样我不是哪都进不去吗？哦，可以爬到这个建筑物上面。啊，你为什么往下跳？啊，要从这里哦。我看点在这上面，这个墙不知道可不可以上得去，看起来不行。哇，我不知道要怎么上去耶。
哦，这个斜坡或许是一个提示。应该是走这。你看，为什么你跟我操作是反方向？跳对面。终于。这个区域其实有不少东西耶，只是这个是什么？我觉得好复杂，而且这个地图有一种，这个地图是立体的耶，灰色是不是代表我现在还不能解啊？帮我看看地下道入口可以干什么好了。对啊，我为什么要再同步一次？我不是应该还有信心之月吗？那区域设有警钟，破坏它，破坏会不会重生啊？像之前一样，破坏会重生就有一种没意义。会记得我，居然会记得我。蓝色宝箱到底可以干嘛？那地下道感觉就是在里面，不是我可以碰到这里的嘞。哦，下去看看。机械装置缺少两个部件，
刚从这边下来的，上面其实有不少人哎，所以这个是上去的路。少了一些东西，宝箱在里面。这是要我怎么找啊？也是出口。我跑到前面来了，刚刚原本要进去的地下道，那我从地下道侵入看看好了，刚刚那另外一条路。这里吗？对，应该没错。或许它的装置会在楼上。诶？上不去，其实我现在什么事情都做不了，对不对？怎么这样呢？那我去看这可不可以接好了。购买武器装备来增加我的等级。所以我应该去商店啊！我去商店，我去看看能够做什么。现在我们连开锁都没有办法。为什么不上去？不行上去吗？可以。都没有路啊。
我破，借我破！这边的衣服就没有那么华丽。跟人一样吗？这个钱比较少。啊，都是商人嘞！在楼上啊！要买东西还要先爬。我先补消耗品。不对啊，他也只能补消耗品啊。怎么不能制定角色？不能啊。还有日报，国民会议通过新法令，许多恶法都被移除了，从封建领主裁判法、狩猎权利法，以及治安官职位的卖官享爵，到收税和养老金的不当豁免权。他们誓言还要废止更多的恶法。我们才华洋溢的公民科学家们，拉普拉斯、孔多塞、波达和拉瓦锡将发表一套建议的公制系统，不但会连载介绍，更会为其进行辩护。这些都将刊载在法国新史报中。吉米会办不良拍卖会，不良品拍卖会即将举办了。或月14日在牧池街的12号有一场私人拍卖会即将举行，需要坚固耐用的木头和石材修复住所，或弄个洗礼池来怀旧一下吗？垂四下就结标卖出，当然他们会告诉你这些古老物品有何来历，杜莎夫人特有的技术，令人先惊艳的玛丽杜莎竟然只使用纯蜡就能制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，你会真的以为他的这些作品有在呼吸，尽管许多蜡像的本尊都已经断气了，跟我刚刚看的是一样的。所以日报的功能是这样，但我如果没有办法跟商店买什么升级的话，那我可以干嘛？来，我来试试看啊，这个任务好了。If you wish to join the cult of Baphomet, you must steal 2 holy chalices from the Cathedral of Notre Dame and bring them to me. 最好是啊，我要进不去。巴丰特，巴丰特是某些神秘教派所崇拜的恶魔，通常被描绘成山羊的面貌，特色是有着大山羊角，有的还有加翅膀。这真的把我给惹毛了，要么让我的照片加上翅膀不就得了。
不要老是偶尔才给我的翅膀。我的翅膀是那么容易被遗忘的吗？我有翅膀，老天爷，你为什么总是只记得羊头，不是吗？好了，给我血淋淋的翅膀就对了。从圣殿骑士审判笔录中似乎显示出他们之中真的有人在巴夫特，尽管无法确定，这很有可能是圣殿骑士团在十字军东征期间，在他们的旅程中带来这些信仰，带了这些信仰一起回去的缘故。我刚才看到一个报纸，报纸应该不会在屋顶吧？在里面吗？爱国者报1789年，拉图德又逃狱了。几年前，让亨利·拉图德的职业就是逃狱。从文森城堡巴士里监狱逃走，然后又从文森监狱再次脱逃。不过这一次，他从一群好心人试图跟他握手的场合中逃跑。众人紧跟着这位逃狱专家，他只好被迫匆匆离开。雅克回来了，讲到我是我吗？不对，我雅诺。雅克回来了，在一阵喧嚣之中，我们都理所当然支持他的论点。国王已经让步，并重新任命克尔监督国家的财政状况。诺威国王听到我们的请求了。雷诺曼小姐，城市中的老先知，星星岛有自己的女性预言家。雷诺曼小姐能够用独特的塔罗牌看到一个人的未来，而且那还是她自己设计出来的。快来猜猜自己的未来吧。伟大的拉法耶侯爵已被任命为国民军的新指挥官，在他的统帅之下，毫无疑问的将迅速恢复秩序，一扫过去几周隐藏在锦衣玉食之下的麻烦。共和主义暴力，德穆尔格下真的描绘出一幅好战的景象。难道我们不能回归理性进行对话，而要互相攻坚吗？在此一启蒙阶段，什么都进步了，野蛮行为反而显得格格不入。我进不了教堂，不知道怎么点技能。先去拿那个无所谓的宝箱好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偷东西，不要抓我。走私儿童收容所。细心的编年史学者路易·塞巴斯蒂安·马斯亚记录了在巴黎有数万儿童被抛弃。马斯亚为这些被抛弃的儿童发声，他们通常被遗弃在教会台阶上。其中最著名的是哲学家达朗贝尔，或是在修道院的塔楼。慈善医院本来应该以特定的罚金作为资金以收容他们，但确实有需要新的设施。幸亏有千瑟勒格阿利格，另外有城市广场与市场都以他的名字命名。
的财务资源，玛利亚·特蕾莎皇后在1670年建立了此收容所，坐落于现在的特鲁索广场。延伸附属收容所则是建立在圣母院的前院。这个也有新的。这边有了。当时巴黎的不对啊，这些都看过了啊。报摊印刷厂，大革命时期商业上最壮观的部分是来自出版物的数量激增，导致印刷热潮。1789年前，官方审查严格控制了文学作品与期刊的产生。然而随着革命时代的来临，印刷业因而蓬勃发展。在1789年6月，只有5家报纸出版，到了同年12月，字数已经上升到130家。在革命时期中，最重要的文件是卡米尔·德穆兰的《老科尔德利报》，吉隆特派雅克布里索的《法国爱国者报》，雅克雷内埃贝尔的《老人报》。为什么我觉得雅克的名字一出现，圣殿骑士呢刚开始的名字不是也是雅克吗？保尔马拉的《人民报》，这些报纸传递到众多巴黎人手上，甚至到了那些不识字的人的手上。因为当时的街上常常有人大声朗读文章，试图说服其他人。果然有一些漏掉了。不对，这两个都看了。其他歌曲，还有歌曲啊。好，相信你们也看完字了，我就不念了。我应该先点击这里上恩。哇，这我有看啊。教学。他们要教我怎么那个啊，头目点数可以换技能，
购买技能，开启制定选单，再选技能选单。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选单在哪里啊。前往任何商店，升级我的装备。刚刚他就不给我升级，我现在就该升级了吗？把帽带拿一下，帽饰。到底要怎么升级呢？到底是谁把这东西放在这里的？放太高了吧？不知道我可以干嘛耶？好像都没有办法做。我们这期就先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因为资料库中看到令人不解的东西，我就去查了一下。什么是非浮币？非浮币常见于哥德式建筑，尤其经常出现在大型哥德式教堂中，是起支撑作用的建筑结构部件，用来分担主墙的压力。图中红色的箭头是压力，然后黄色圈起来就是非浮币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游戏中到底在哪里呢？就是这些一条一条斜的很多根，非常的多。再来，我们真实的非浮币就长这样。那我们这次的小知识就到这边，拜拜。